欢迎收看房市关键报报，我是潘一柔，马上来关心今天的热门关键字。今天的热门关键字：地板价还有天花板价。没错，我们昨天看了新北市的地板价还有天花板价，今天就来继续看看台北市的数据吧。根据台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资料，屋龄十年以内坪数30到50坪的正三房，在台北市的地板均价大概要2000万元，等于如果每个月辛苦存下5万元，这样子一年会存下60万元，恐怕还是要花33年多才能摸得到台北市的平均地板价2000多万元。在台北市的行政区中，成交单价最低的地板价出现在北投区，是30.64万元。再来是士林区、文山区、信义区，都是每坪四字头的地板价。而万华区、内湖区每坪51万多，这些行政区都低于台北市平均地板价的54.07万元。那么台北市的天花板价是落在哪里呢？不意外的就是大安区啦，成交单价高达165.08万。大安区拥有烫金地段，是台北市蛋黄区的蛋黄之王，交通十分发达，也有优良的生活机能，是抢手的房市热区。同为资深蛋黄区的中正区，地段的保值性鲜明，一直以来都受高资产族的青睐。而台北市的天花板平均单价也竟然高到115.77万元，来到了三位数，让人惊叹，要在台北市买房真的不容易。另外，我们也来看到台北市上半年正三房的平均单价，最便宜的地区一样由北投区拿下，每坪54.94万元，其次是文山区的57.89，万华、士林、内湖、大同则是落在六字头，而这些都是低于台北市的平均单价75.89万元，提供给想在台北市买房的民众参考。今天的精选新闻来看到，台中的高铁站将会有一个娱乐购物城哦，并且预计在2022年年底开工，最快在2026年完工。这座娱乐购物城建筑面积有18万坪，提供百货购物中心、国际五星酒店、电影院，而且馆内还会有大型的景观瀑布，非常吸睛。在地不动产业者指出，乌日区具有三铁共购的优势，又有全台最大娱乐购物城的进驻，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大。近期也有不少新建案，物件询问度大幅增加，有些甚至出现了秒杀的情况，买气明显升温。你以为房价上涨只有在台湾本岛吗？离岛金门也出现了四字头的房价。金门跨海大桥即将在10月中正式通车，为金门带来新一波的房市热潮。东森房屋研究中心数据显示，金城镇金华地段在今年1月竟然出现了单价45.1万元的成交价。金门的业者指出，房价上涨的原因包含年轻人返乡就业、交通便利，再加上建地不足导致供不应求，原物料又仰赖本岛进口，新案开价自然不会低。建议自备款有限的民众可以参考中古大楼。最后来看到大楼噪音的问题。台北市一名林姓女子在2013年花了1.18亿买下豪宅顶楼的户数，不过入住后却发现顶楼上方的游泳池每次只要有人使用，就会传来像是打篮球的声音，而且她多次要求改善都没有用。因此，林姓女子找到了同为顶楼住户的邻居，一起向建商要求瑕疵赔偿，并且要求建商修缮。建筑师林渊源说明，临近游泳池的楼层的确需要特别注意湿度和噪音两大问题，建商在建造时也要特别加强防水层的施作，水汽才不容易跑到结构中。今天的买房卖房，我想问有网友分享自己去看预售屋的经验，他说去看房子的时候一直被代销问爸妈有没有要一起来看，让他觉得很困扰，询问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经验。有网友说，通常接待人员都会请客人回家和家人做讨论，毕竟买房不像是买菜，这样也没有错。也有人分享技巧，这个时候可以说自己的长辈也要看，杀价的时候才有后盾可以靠，比如爸妈觉得太贵这种理由都可以提出，才有议价空间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点开下方资讯栏的连结，了解更多新闻内容。